焦点视频李应聪风水命理时间，荧光幕见到李应聪师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又嚟到李应聪风水命理节目嘅时间，咁啊。上次就同大家分析咗呢一個嘅奇人命格啦，樂壇奇蹟 Twins 嘅組合。咁啊，今集咧就同大家講翻啲咧，即係時事嘅嘢咯。咁啊，仲記得咧，就係2023年咧，就係分析呢一個嘅台灣大選啦，嗰個票數啊，呢一個嘅賴清德啦、侯友宜啊、柯文哲啊，同埋呢一個嘅侯友宜係嘛？係啦，郭台銘咁樣。咁啊，都如結果所料啦。今集想同大家分析又是美國大選咯，時間都覺得很快咁啊！好記得在呢個2020年嘅時候咧，當其時就係拜登決戰特朗普係嘛？咁啊，當其時咧就喺焦點視頻咧就係、是、預測咧就係、是、拜登會負六勝出咁樣，咁啊最後就奇怪地突然之間拜登唔知嗰啲票數無厘頭咁多，咁跟住就成功地就選咗啦。咁啊，好快好快，四年又過去，咁啊又嚟咯！我哋又要試下睇下預測下，試下玩下咁樣。但係咧，而家仲早啦，二月份啦，咁有啲咩候選人咧，都好似都未定案嘅，亦都唔係好肯定。啲人即係譬如係阿拜登係咪會出嚟參選連任咧？何錦麗又好似話隨時準備要做總統。特朗普又話好似要重出江湖，但又唔知俾唔俾佢咁樣，所以咧暫時嚟講咧，都候選人物都係一堆一頭煙咁樣，都唔知。咁啊，今集咧同大家講住個序章先，啊，做定一個小小嘅分析。今次就唔講特朗普住，係啊，吊下癮。咁啊，講阿何錦麗同阿拜登。好啦，嗱鏡頭翻嚟，嗱上面咧係何錦麗嘅八字，甲辰年甲戌月壬寅日辛亥時，下邊係拜登嘅八字，壬午年辛亥月丁丑日甲辰時。嗱呢個咧就係佢哋有完整嘅八字啊，喺占星網入邊有一個可信嘅出世證明喎，咁啊可以參考一下。嗱咁啊何錦嗱，我先睇拜登先啦，拜登話曬係現任總統啊，講咗先。嗱拜登究竟有冇機會喺呢一個嘅2024年？宣布要連任呢咁樣，咁啊睇睇啦。嗱，拜登咧就行緊幾微雲。2024年甲辰年，2025年就月字年，咁啊大家都知道，呢一個嘅美國大選係2024嘅年尾嘛，選完之後入邊嚟講就2025年就上任啦，所以兩年都要夾雜住去睇嘅。嗱，咁啊站喺一個我哋最基本嘅邏輯分析，拜登佢係丁火日元。丁火正官就是他的地位，咁啊正官害呢个字，好啦，害呢个字，好啦，嗱睇睇啦，咁样咧，而家咧就行紧个叫做己未运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己未运，咁啊流年2024年，即系今年甲辰年下边要隐藏咗伤官呢个字，伤官客官，记唔记得？客官，咁即系话官位有动摇啊！啊，官位有動搖喎、啊，甲辰年，咪即係佢時處嘅甲辰咯、啊，引動咗呢個傷官克佢嘅正官喎、啊。OK， 好啦，2025年行劫財年，劫財衝佢嘅官星，佢嘅地位被劫走，咁即係噔拜登2024、2025年應該都冇乜辦法可以做到總統噶啦。OK， 但因為佢雙官黑官啊嘛，係咪劫財衝官啊嘛，兩個官星都俾人搞冇啦，係咪先？咁即係拜登應該係做一屆啦。咁你話扯係人都估到啦，拜登咁老啦，點樣做多屆咁啊啱嘅，即係只不過以命論命去分析嘅啫。OK， 就係咁樣啦。好啦，咁我睇下啦。咁啊何錦麗咧，而家就係副總統啦。我哋睇下啲咩現象，好奇妙嘅。何錦麗係咩年出世呢？就係、是、甲辰年出世。是不是很邪啊？他就是甲辰年，咦？拜登的事實是甲辰，流年甲辰，是不是？何錦麗甲辰年出世，這麼奇怪的，這麼特別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邪？是吧？隱然透付了年紀，太歲是一個重要提示嘛。之前跟大家預測林鄭可不可以當選，下一屆是哪一個特首，是吧？當時用這個的任人連同大家拆嗰個乾支嗰個組合，係嘛？分析到李家超係最大機會嘛？哇，咁奇怪嘅甲辰年喎，2024年係何錦麗就係甲辰年喎，
係嘛？我好似太歲俾咗力量佢喎，係嘛？咁啊，咁即係話咧，拜登就一定有機會，好大機會啦！拜登佢會即係佢自己選唔到噶啦，係嘛？可能交接棒俾何錦麗啊？咁何錦麗要同邊個鬥啊？唔知道，可能係特朗普。是吧，可能有新的人選都不知道，現在暫時都未完全定案，那可能這個為什麼會是序章呢，就是要跟大家就是要分段地去講解，現在已知的資料先，就是拜登是現任總統，何錦麗副總統，就趕著他們兩個先。好了，那何錦麗好不好呢，這流年哇，何錦麗這個八字叫什麼呢，食神制殺的格局，壬水日元，官煞是代表地位名声，官煞是代表地位名声，原局有甲木制，我要得到大运行煞运，大运行煞运是吧，大运行煞运，权力有地位提升，是吧，跟着2024年甲辰年食神制煞，是吧，得掌权威，2025年月至年七煞得禄，是吧，喂，這個啊，何錦麗好像都挺漂亮的啲流年，係嘛？好啦，咁當然啦，你做唔做到總統呢件事情比較嚟嘅啫。如果有人個八字更靚過佢，你都要輸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強者敗，更強者勝啊嘛！即係啲龍虎門啊，成日都有咁講一句咁嘅説話噶嘛，係嘛？我哋睇下，我哋睇下究竟嚟緊有啲乜嘢嘅人選同何錦麗決戰。是吧，可能即是九陰真經決戰九陽神功啊，樣嘢可能是咁樣的情況。我睇下邊一個同何錦麗決戰，拜登準備退位讓賢，因為有劫財相關克佢的官星。咁呢個可以做住個序章先，遲下多啲人選出現的時候，再同家拍大家的終局。OK。咁下一集咧，我哋再請教李應聰師傅啦。好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